爸，你看。哟，不错嘛，果然有螃蟹吃就会做了。拿过来尝啊，香盐包没有？我来了。哦哟，吃饭喽。我爸不衣服，我不能衣服。你还晓得啷们灵魂哦？我问你，是我们家长会的没事啥哈？那你去也行啊，我在那等你。我怕要写那些东西，我不敢写呀。我哥肯定是对学校有阴影啊，不敢写。小时候动不动就要叫家长。现在自己当大人了，晓得大人的不容易了嘛。谢，我去。我现在是家长身份，我怕啷子嘛？爸爸们想做个家长会，你要是还拿出证据来拍照，你就不该拿出来，把人没收。乱讲。